说，这最近天天搞抖音，忙到后半夜，对不对？今天放假，能不能给大家弄点好东西补补？补补。好，今天我搞了鸡腰子。这个东西很多地方也叫公鸡蛋啊、哦，放入水中给它清洗干净。马哥，你看这个那么大。买回来的小龙虾，加入一把盐，加入少量的白醋，加入清水，然后用牙刷给它刷洗干净，尽量给它多淘洗两遍，然后用七成热的油温给它炸一下。首先起锅烧油，油热以后加入菜籽油、生姜、葱，可以炒出香味。好，加入麻辣龙虾酱，加入一袋就可以了。这一袋料里面包含了很多种香辛料啊、哦，其他的什么八角、桂皮、白芷、豆蔻、蚝油、生抽、老抽、十八香的，什么都不要放啊。炒出红油，炒出香味。加入炸好的小龙虾，翻炒个五六七八下，搞入一瓶啤酒。加入没过表面的清水，清水没过龙虾表面就可以了啊，不需要太多。好，烧到第六分钟的时候，我们下入鸡腰，再来点生蒜子。已经烧了八九分钟，我们下入一点青椒，再搞点粉炒出锅油，增加颜色，增加回味。大火翻炒均匀，把青椒烧至断生就可以出锅摆盘。龙虾摆好以后，把鸡腰放入盘中。哇！最后把汤汁也浇进去。香辣口味的龙虾烧鸡腰，青椒。好，上菜。这个啊，叫以形补形。美得很。